您好，我叫田宇。如果您接到这封地方政府选举投票资料信，您必须投票。您的投票资料信包括选票，那些争取选票的人发的竞选信息，投票说明，选票信封，邮资已付信封。您必须在10月25日星期五下午6点之前寄出您填写的选票。要了解如何投票的详情，请访问 vec.vic.gov.au。要找翻译，请拨03-9209-0106。